恩典三六五，365天，我们天天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神的话每一句都带着能力，祝福你从圣经的话里面得着能力。神的话带来些什么样的祝福呢？我觉得最美的一个祝福就是他的话语里面，你会经验生命会改变。我读给你听，扫罗离开了撒母耳之后，神就赐给他一个新的心，这就是一个改变。这个新的心，那意思不是说扫罗换了一个心脏，这个心我想你了解，他讲的不是心脏的那个心，他讲的是心思意念的心。为什么？因为神知道他现在必须有一个不一样的思想，一个不一样的切入点。他过去只是一个平民老百姓，他的心思意念想的就是我怎么样把我的驴子、把我的牛、把我的羊照顾好，把我的家照顾好，好好孝顺我的父母。That's all，就是他全部。但是现在开始不一样了，他现在成为一国之君了。你要有一个不一样的眼界，有一个不一样的心胸，你看事情的角度会不一样。所以你不能够照着你过去的那个心去想事情，因为今天你的位置不同了。世界上人常常讲说换个位置换个脑袋，老实讲换个位置是应该换个脑袋，因为你的位置不一样了，看事情的角度当然不一样，你的高度不一样。当你只是一个扫罗他爸爸的一个宝贝儿子的时候，你就在这个高度里面。可是当你开始成为一个公司的主管的时候，你的高度不一样，你看事情会有不同的一些眼界。当你变成老板的时候，你的高度又不一样，你的眼界就不一样。当你成为一个城市的这个市长的时候，你已经不只是一个公司的老板了，是一个城市的市长，你考虑的层面就跟一个公司的老板不一样了。当你成为一国之君，一个国家的总统，一个国家的总理的时候，你看事情当然又不一样。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对扫罗而言，神把他放在一个不一样的位置上的时候，神给他一个很棒的礼物，一个不一样的心思意念，一个新的心。那个新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心呢？那个新的心用今天你知道吗，成为一个基督徒，神也给你给我一个新的心，那就是以基督的心为心。圣经里面讲到说，神要一个君王是怎么样，不只是治理哦。神对大卫说，你不只是一个治理的人，你也是一个牧养的人。换句话说，你不只是一个管理者，把国家管理好就好。一个好的领袖是要有爱的，牧养是爱，是一个天父的心，一个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求主恩待我们，主把你摆在一个新的工作位置上面，神把你摆在一个新的地位上了，不要只是求有能力做好事情，你要求神帮助你在这个位置上有能力带好人。怎么样能够带好人呢？没有别的更好的方法，就是爱。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我特别感觉我们有一个班长，一个教育班长，大家都喜欢他，虽然他非常严格，他常常出操，操得我们累得要死，但大家都很服他。为什么？因为他真的照顾我们，带兵带心。怎么带心呢？那是一个技巧吗？不，那个是从心中发出的一个爱。做任何事情都是一样，在公司，在侍奉里面，在家庭当中，求主施恩，不只是把事情做完，能够把人带好。你需要求神给我换一颗心，基督的那个爱进到我里面。上帝祝福你。Just one chief end to man's purpose, and one main reason for existence. All man's bane
just one chief and two men's purpose. And one main reason for existence. And all men's vain and high ambitions will one day be brought low. Will one day be brought low. To treasure you, Jesus, to treasure. Let me see your beauty.